我们看这里哦，它说有 O 点、A 点、B 点，它说向量 OA 和向量 OB 会怎样垂直？那垂直有什么特征？可见这两向量相乘的等于零。所以苏老师建议大家，我们先把向量 OA 算出来，怎么算？把 A 减几 O， 先看 X， 一减零是一，二减零是二，向量 OB 一样。把 B 减 O， X 减零是 X， 三减零是七，三。既然垂直可以知道这两坐标相乘会等于几，零。先看 X， 一乘 X， 加上 Y 乘 Y， 二乘三是七，六。相乘等于零，可见 X 就是七，负六。OK， 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